乳胶染原料来自泰国进口，真正天然乳胶，采用真空包装，收获后会有淡淡乳香味，极少数人接受不了乳胶味，亲可以放在阴凉处通风，气味会慢慢减淡。乳胶枕的弹力上佳，现在让我们对三种不同材料枕头实验对比测评一下。我们拿一个2000克的实心球，现在左边的是乳胶枕，右边的是记忆棉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弹力对比。乳胶枕回弹性很好，记忆棉回弹性很弱。现在左边是乳胶枕，右边是普通海绵，乳胶枕有较高的回弹性，普通海绵有回弹性比较弱。三种材料放一起对比看一下，我们实验对比可以看出，乳胶枕的弹性和柔软舒适度更好。